这个呢，看这个脊柱侧弯的程度。第一步呢，用观察纠正这个词来形容。啊，如果脊柱侧弯呢不是特别严重，侧弯呢小于10度，定期观察，你比如每半年给他照一次 X 片，哎，跟上次那个对比，看看发展的程度。啊，再一个呢，纠正这个不良姿势。啊，你比如说经常弯着呢，哎，咱们有意识呢，哎，向另外一侧呢给他弯一弯，向右侧弯的呢，向左侧来弯，对抗这个他脊柱侧弯发展的趋势。第二方面呢，啊，我给大家建议一个功能锻炼，啊，有意识的锻炼脊柱周围这个肌肉，利用肌肉呢强大以后，去对抗这个脊柱侧弯这个趋势性，来防止这个脊柱侧弯呢进一步的发展。